魏明谷现在也已经来到现场喽，赶快带你来看。来来，欢迎来来，魏明凤馆长，大家也欢迎，社会起来，让大家新春拜托。咱企业家叫关关关，大家欢迎咱的中华关大家长，魏明高魏馆长。感谢。感谢咱来自咱彰化县各乡镇市，咱这福禄乡亲士大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咱彰化县的福利真好，咱生一胎补助3万，咱隔壁的台中1万，台北2万，高雄6000。咱不但讲囡仔生一胎补助3万。出事每个月阁发3000块，甲恁斗饲孙饲到3岁，咱斗加出去个免钱，咱今年阁有4亿，予大家申请。然后咱为今年开始，坐公车65岁以上一个月，拢补助1000块，一年就补助恁12000块，予大家坐公车、拍拍走、坐免惊，安尼好唔好？咱敬老津贴比过去加1000，咱发2000块，所以咱这是福利的这个好中华。但是民国要甲大家拜托，这对县政府来讲嘛是一个真大的这个负担。而且拜托大家，咱总统支持蔡英文，哦，蔡英文。一边过34年，以前同款，咱的人口赢过台北县，咱要有迄种公营的这个大县，咱有需要讲咱民进党4位立委拢总会当选，咱小英当选总统，安尼咱彰化对大大进步、大建设，对不对？这次。团结起来，一张选票，咱拢支持咱民进党提名4位立委候选人。咱的政党票，拜托大家一定全力拢来支持一路的民进党。拜托大家，感谢大家，感谢，谢谢。蔡英文，总算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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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谢，多谢大家！咱今日的现场这么多，咱的中华，咱的乡亲士大，大家阿妈大好。看到大家，我足欢喜的。即马有一挂雨，不过看到大家穿雨衫，徛在遮，精神这么好，我足欢喜的。我要甲大家说一声多谢，多谢大家今日来，甲阮加油，甲阮加油，多谢，多谢。咱现场有咱的大家长，咱的魏明谷馆长，还有咱即届咱参加咱即届立委的选举，
咱民进党提名，咱四位，咱足杰出的，咱的人才，咱的陈素月，咱的黄秀芳，咱的洪忠义，咱的陈文彬，啊，搁有今日有一个咱特别的贵宾，就是咱的姚嘉文前院长。看秋了，咱周青玉当前县长，阿哥有咱翁金珠前县长，阿哥有咱足侪咱在场的党工级干部好朋友支持者，阿哥有咱今日有现场，咱有网上直播，所以咱网络上正在收看直播的好朋友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今日是咱点亮台湾。每一里路的首届活动的第四天，咱的车队今日来到咱的南投、彰化，啊，甲咱的台中。顶礼拜六，咱是从屏东开始，从我的故乡凤港开始。咱白天首届，晚上我们造势晚会。无论是好天也歹天，我们都勇敢的往前走，往北走，我们往台北、往总统府走去。这几天来，有一组人特别辛苦，就是，好了，你辛苦。不过有一组人有特别辛苦，我要直接跟细节多谢，就是阮拜六一直电话带到家来，咱的记者朋友，这几天，伊拢坐在小货车上面，看我咧扫街，阿妈跟我做伙在刮风淋雨。所以我要多谢咱的记者朋友，把咱改变台湾、转台湾的声音传达出去。台湾要改变，台湾一定要变天。所以我相信这上，咱这届的声音是愈来愈强。咱的改革的车队会继续往台北开去，不论风雨，民进党跟蔡英文跟大家一定都奋战到最后一刻。台公话报。昨晚我们在云林在办晚会，现场嘛落足大雨，我有一点担心讲，今日天气嘛是有较凉，啊嘛咧落雨，所以咱今日园林这场无定会较少人来。不过我看到遮尼侪咱的乡亲朋友伫遮，啊大家拢穿雨衫，看起来拢足热情的，我要甲大家讲，真多谢多谢你啦！尤其是咱今日的现场，有咱海外回来的台湾人，是啊，咱甲拍破一下好无？伊嘛足拍拼的哦，我咧扫街的时阵，拢徛在路边咧甲我握手，咧甲我挥手，所以咱嘛，咱海外回来的台湾人，搁甲伊加油一下，多谢。看到遮尼多咱。诶，中华乡亲，真正我真真正是足欢喜的。尤其是咱2014年咱的高学历的选举内底，予我上欢喜、上欢喜的一项代志，就是咱的中华变天，咱的中华，咱的为民服务做馆长，予咱民进党一个机会来到咱的中华来重返执政。我要甲咱的中华、咱的乡亲，是话搁一摆，甲恁说多谢，多谢。民进党在起的路上，有大家安尼甲阮做伴，我足有信心的。各位对民进党的期待，我拢记条条。四年前，我有讲过，讲我们还差最后一里路。各位，我们现在正在这最后一里路上，改变台湾的最后一里路。来，讲叫。1月16日，台湾就有新的民意，改革就要开始了，台湾就要改变了，台湾就要无同款了。因为有恁，我知影讲我的责任足大。蔡英文做总统，永远拢会记得咱的人民的期待，大家讲好无？我要甲咱所有咱台湾人。尤其是咱今日在现场这么热情，咱的朋友，
我们要做伙来改变台湾。不过，咱咧行这条路的时阵，我担心三项代志。第一项代志，就是买票贿选。买票是咱的民主的耻辱。咱隔壁的嘉义县，这几天拢传来有贿选的代志，有村长被讯问，有代表被收押。不过，咱的对手还不放手。唔，那是嘉义尔，其他的所在啊，拢有传出买票的消息。咱的彰化嘛有传出买票的消息。我要甲咱的彰化的乡亲拜托，咱若知影讲有人咧买票，咱一定爱去检举，安尼好唔好？咱一起转回来检举好唔好？我们一起来守护台湾，不让贿选把台湾买走，安尼好唔好？特别是我们的年轻朋友，不要把上一代的买票的行为视为理所当然。我们要摆脱这种宿命。我们台湾人，我们彰化人，应该要有一个更好的民主。民主不能被收买，彰化更不能被收买，自己的故乡更不能被收买。大家讲对唔对？第二项我担心的代志，就是大家感觉讲，即马选情敢那稳定稳定，一月十六号无差我迄票，就无出来投票。我要拜托大家，千万莫放轻松，嘛袂使骄傲。国民党没有那么容易被我们打倒。我们要拜托所有的彰化乡亲。每一个咱彰化出外的人，每一个人一月十号，大家拢会站出来，安尼好吗？我担心第三项代志，就是大家去分票、去配票，大家分票、配票的结果，就是咱民进党无办法咧国会过半，安尼咱的改革嘛剩一半尔，所以我拜托大家。尤其是一张政党票，大家一定要记牢，一定要投予咱的一号。